各位艺术团的姐妹们，刚才大家欣赏的是西方的拉丁舞，那么他们呢将为我们带来中国的民族舞。好了，这就老人要东方同乡会为我的舞蹈表演，这个舞蹈表演蓝色的蒙古高原，对，他为我们表演的舞蹈是蓝色的蒙古高原，请大家欣赏东北同乡会的表演。哇，这大家欣赏还有蒙古高原的嘛，看看人家高原什么分别呢，掌声欢迎他们。Yeah.